这个道骑驴的老者名为公问天，他乃是皇城的前任国师，拥有着金丹境巅峰的恐怖实力。而在半个月前，公问天就算出了自己命数将尽，不甘就此陨落的他主动辞去了国师之位，特地离开皇城，打算在外寻得一份仙缘。早已快油尽灯枯的公问天，为了能在外面游历的时间更长些，只能放弃了使用灵力飞行，因此他才骑着这匹宝马来到了此地。看来我想要寻找的那份仙缘应该就在这月龙之巅之上了吧。检测到传法长老即将抵达宗门，请宿主及时查收。西腾，我的传法长老是什么修为？姓名公问天，种族皇城前任国师，天赋普通，修为金丹境巅峰。乌灵穴瀑布镇收金额立即到顶云内集合迎接真门卷发转了。说罢斗缺便让系统将他传送到了月龙山谷之中。你是何人？难道学这个卷发转了还得被我亲自收于门下才行？要是我不先出来跟他腾个发，那岂不是要闹了无人无着？狗鼻系统，你敢不敢再坑人气？阁下可知通往那月龙之巅的山路在何处？你去月龙之巅做什么？在下是来拜访月龙之巅上的那位前辈的。过来拜访我的那就好办了，本尊正是月龙之巅上的那位。阁下能否不要跟老朽开玩笑了？月龙之巅上的那位前辈手法通天，若是你敢再出言不逊的话，小心那位前辈降罪于你。看样子还是本尊太低调了啊。西腾，适应建筑光环，积极给我改正阵仗的颜色。这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唯有先帝之境的强者才能使用的金身神技？晚辈该死，望前辈责罚。机缘，你先向本尊讨要一份机缘，那本尊便是与你刚好本尊真类卷发长老之位恳求，你可否愿意成为本尊好天真的卷发长老？晚辈生性无钝，前辈门下的弟子若是交给晚辈传法，晚辈恐怕难以胜任。哦，那好吧，自乃本尊赐予你的机缘，倘若你不珍惜，那只能学你与本尊无缘了。你不会真就这样让我走了吧？你好歹也来试试啊，我那卷斗底可是很好教的。公问天看着斗缺离去的背影，其实心里也慌了，能遇到这番修为的前辈定是他此生最大的机缘，眼下他的修为已经卡在了金丹境巅峰百年之久，若不能及时突破修炼的瓶颈，他的寿命必将也会随之走向尽头。前辈，晚辈试一试可以吗？随本尊来吧。吓死我了，你学你照这样多好，震得人家小心脏扑腾扑腾的跳。这是本尊出关后才招收的弟子，刚刚踏走修行界，所以修为低了些。他们才修炼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踏入了炼气期吗？正确的学，他们修炼的时间都不走三天。这究竟是何等的修炼天赋，恐不如此。以后跟长老就住在本尊聚灵阵处，你们以后又是在修炼上遇到问题，去聚灵阵找这位跟长老便是。走吧，跟长老，本尊带你去看看聚灵阵。这聚灵阵竟有如此浓郁的灵气。公问天愣在了原地，若是待在这种地方修炼，即便是他的修为没有突破至元婴境，他也能多活数十载了。公长老，现在有时间吗？现在已是深夜，这号天宗的掌门来寻我作甚？掌门前来是有什么要事相传吗？这本紫双圣图中有几处我看不懂，所以特地过来请教公长老了。掌门您客气了，待老夫先看一下。刚开始看到那本紫双圣图的时候，公问天还没有注意到这本功法的品级，可是当顾灵学问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却从中发现了端倪。因为那本紫双圣图中所提及的修炼方式实在是过于罕见，即便是在皇城中担任过国师见多识广的他，也根本没有听说过那种修炼方式。掌门，您所修炼的这本功法似乎是有点历史了，这究竟是什么品级？天阶高级啊。哦，天阶高级。您说什么？这是天阶高级？是啊，天阶高级。不过公长老你没事吧？我看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事。这样的东西老祖那边多的是，若是公长老你想要修炼的话，我找机会跟老祖他老人家说一声就行。老朽能见识到天阶功法已是此生无憾了，就不奢望修炼天阶功法了吧。公问天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号天宗内竟有着连皇城都不曾拥有的天阶功法，而且数量居然还是很多。换作普通宗门，别说是拥有天阶功法了，就连拥有本地阶功法都能位列三品以上的宗门了。这算啥？
老祖给普不成拿来磨练心性的木头都是神阶的，区区天阶而已，又不是什么稀罕货。神阶。公长老，你看这个地方。啊，对，是老朽失态了。与此同时，正在睡大觉的斗缺收到了系统传来的提示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震惊传法长老，系统奖励宿主修为提升至炼气七层。啥玩意，我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啊，为什么就夫人完成任务了？系统给我砸看刚刚发生了什么。随着宫问天处的画面被调回到了5分钟前，斗缺听着顾灵雪和宫问天刚刚的对话，总算是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顾灵雪啊顾灵雪，没想到你居然都学会帮我跟虐别人了，孩子长大了啊。与此同时，巨灵阵内，宫问天跟顾灵雪讲解了近2个时辰的时间，顾灵雪感觉自己已经将紫霜圣徒的前四层给领悟了，只要稍加修炼，他便能顺利的将紫霜圣徒突破到第四层。有劳宫长老了。掌门，您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如果您还有看不懂的地方，随时过来找我便是。讲解了2个时辰的功法内容，要说不累那肯定是假的，再加上他原本身子骨就弱，经过这一折腾，估计没个半天的时间是缓不过来了。弟子朴不成拜见宫长老。请进。长老，老祖传授给弟子的功法中，弟子有几处不明白，还请传法长老您给弟子解惑。你们是真的不想让老朽闲着呀，真就物尽其用了呗。将功法拿来吧，我来为你解惑。宫问天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宗门内弟子修炼的功法竟然也是天阶的，他的心中顿时翻起了惊涛骇浪。要知道，即便是一品宗门，也只有掌教级别的人物才能修炼地阶功法。宫长老，弟子大概就是这个地方，还有那个地方有些看不懂。好的，这里是这样的。老祖，快来看看师兄，师兄他快不行了。我早，副部长快不行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